做咩咩边个话提高出生率啊？唔系定系你想讲咗？哦，讲下提高出生率先啦。咁、哦、因为我哋今日睇，今日睇咗一篇高质文章啊。咁就系阿施永青啊，阿、啊、嗰篇高质文章系，哇，简直就系奇闻共赏啊！奇闻共赏，奇闻共赏啊！想就梗系要同大家共一齐分享一下啦，啊、就系 AM 730嘅。咁啊，施永青喺自己嘅施观点嗰度讲咧，就如何提高。如何解决出生率不断下降嘅问题？吓，呢啲压字数如何提高出生率咪得咯？如何解决生育率不断下降的问题？呢啲压字数啊，呢啲压字数啊，呢啲。咁咧就讲紧咧，佢好好噶，我觉得施永青嗰个谂法好好噶。佢一路讲即系大概意思咧，就系讲紧咧，就地球即系人类咧系生活咗几百万年啦喺地球。咁点解以前冇呢个问题咧？就因为以前我哋嘅 DNA。话俾我哋听，交配咧系即系好嘢嚟噶，系好嘢，因为你其实你交配嘅时候，即系你性欲高涨嘅时候，其实系舒服噶嘛。你谂下，即系喺以前嘅日子，你当一我当古代，你当明朝啊，嗯，你作为一个农夫，嗯，你有咩做啊？食粪屌，系咯，占咗你三分一啦，系啊系啊，即系食一粪一屌，系咪？而家有做嘢嘅，耕田咯，耕田啦，即系你其实你得四样嘢做嘅咋、作为一个农夫，你得四样嘢做啊，食粪屌同做嘢。咁我亦都引述咧，即系连希特拉都好中意嘅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就讲咧，性欲啊乃民族意志嘅体现，因为咧佢话咧喺现今社会咧，其实咧要生小朋友咧一个。牺牲个人主义嘅行动嚟噶，咁应该归咎提倡个人主义嗰啲冚家，系啦系啦，咁样边个话要自主生活？系啊，边个有性自主啊？边个话性自主啊？咁啊，跟住之后咧，立法性交啊，咁咧佢就立法系一定要性交，系啊，佢一定要性交。咁咧跟住之后咧就话即系有而家就因为你生咗 B B， 你知道冇晒自由噶啦，系嘛？又系个人主义带嚟恶果，系啦系啦，即系咁。但系咧，其实即系以前，其实咧，佢呢度咧有少少即系想有少少讲得唔清楚啊。点解咧性即系嗱？点解性欲高涨嘅时候，即系你做爱咁开心咁愉快？因为佢吸引你想做爱嘛，系嘛？爽啊嘛！所以你先会做爱。如果你做爱好辛苦嘅，冇人想做啦。即系屎系臭又唔会有人想食啦吓，咁但系点解？如果屎香得嚟又饱肚，系啊，都好多人食噶啦。咁但系点解？但系点解你生仔系咁辛苦咧？其实你有冇谂过，如果佢想系繁衍嘅，咁你其实生仔都应该轻松噶喎，要咁你先有诱因令到人类去繁殖噶嘛，系咪？好问题。如果哇咁辛苦，咁我做完，但系咁辛苦又要生，咁。点解要做啊？我其实跟住我有谂过嘅，我谂过，其实因为你，因为咧，你有呢个交配啦，你交配啦，咁你交配，咁你有繁殖啦，咁但系咧，如果你繁殖嗰个，因为你唔系每次交配都繁殖到噶嘛。系咁、啊、你可能要交配好多次噶嘛，尤其是人啦、啊，尤其是人咁样交配好多次，但系咧，因为人呢个物体咧系好奇怪嘅，即系你嗰啲所有嘅生物，其实你一出世就识行噶啦嘛，系人唔知点解要一岁啊两岁先识行嘅，咁所以因为佢要咧保留一啲优质嘅优质可以喺一个好辛苦嘅环境里面可以出到嚟嘅优质嘅种子，所以佢先可以诞生成为人。所以生育系有啲系有辛苦呢样嘢，系即系我咁讲咧。但系其实我睇啲书，其实冇乜点样讲到嘅，系啊，即系我都系自己估下噶咋。系如果大家知道有啲咩点解系咁嘅，其实可以。柯超空佢话 Woody Allen 佢有讲过，佢话如果屎系值钱，穷人系唔会有屎眼。啱，佢讲得啱，真系佢讲得啱。喂，咁我觉得施永青呢个讲法咧系其实好好嘅，即系咁讲啦。咁佢有点佢有点解决啦？佢有解决嘅，佢就话咧，我哋祖先呢个计划，即系我哋呢个生殖嘅计划咧，就俾呢个社会先进有效嘅避孕方法咧，彻底破坏咗。
我哋嘅 DNA 咧为性行为提供强烈嘅快感，就系、是、为咗我哋拼命生育，即系咁做啦，叫我哋。嗯、但系咧，避孕科技咧只系协助我哋有性爱嘅快感，而无需承担性爱嘅后果。以种族角度嚟讲，系大逆不道嘅种族啊，去到。咁啊，所以咧，好多宗教咧都视咧避孕咧话系违反上帝嘅不道德行为，只系个人主义猖獗啊，令违背国族整体利益嘅勾当啊，变成神圣不可侵犯嘅个人权利。嗯、即系戴避孕套系一种勾当嚟嘅。佢、我觉得系个杜蕾斯嘅阴谋嚟。因此咧，就要解决生育下降咧，必须咧个人主义咧某些行为的抑压，咁咧就。将种族延续咧，就成为每一个都要承担嘅责任。咁咧，佢呢个有你唔好以为斋吹，佢有啲解决方法嘅。咁咧就咧，佢唔系宗教上嘅原教旨主义，咁啊，佢唔赞同咧全面避孕嘅。但咧，佢认为咧可以代一个人完成基本生育嘅责任，例如生咗两个仔之后就可以卖避孕产品啦，以確保咧祖先嘅構想咧，起碼有一部分可以落實。我呢種想法一定覺得有人咧匪夷所思。隨著人口老化，社會勞動力不足咧，咁咧各種各樣咧鼓勵生育嘅方法又冇效嘅時候咧，唔排除咧人類社會咧可能會出此下策嘅。嚇，有人話施永青真係戇撚鳩，唔係啊，我覺得佢幾前瞻。work 真系 work 真系 work， 我觉得首先咩年薪五十万嘅人做先，确保优质啊，系啊优质啦，哇希特拉嚟嘅你变咗优生，唔系我觉得一系唔做啊，啊一做啊做到尽，系啊，嗯，喂屌你呢个时候你仲摆啲穷人上多，你仲叫穷人生两个，你唔好搞佢啦，大佬，咁啊系，真系啱唔啱啊，系啊，穷人生仔正仆街，穷人生仔正仆街，穷人咧你就系咪你都冇卵生啦？系啱喎，有钱人系啊，你又讲得啱喎，系咪先？因为嗱，你谂下穷人，屌你，我生两个，我搞唔掂嘅时候，咁点算咧？你系咪应该一早俾个方法？你一系就点啊？穷人唔卵俾做爱咯，唔啱喎。我唔系谂下又唔啱。穷人唔卵俾做爱又唔人道啊？唔系我谂下又唔啱。咩啊？穷人唔俾生边个扫地啊？嗱，你去到呢个咁左嗰个谂法，哎呀，咁优生学嘅谂法，都话都叫啲穷人要争气啊！哎呀，激卵死我真系！唉、哎，我哋呢一段简直就系左交嘅大敌啊！黐线嘅，黐线嘅，有机械人噶啦嘛，到时啊，到时系啊，系有机械嘅啊，咁黐线就仲叫人扫地，冇人性啊你！我都唔应该生我。系啊，冷血动物，你冇资格生仔。我都冇应该。你冇资格生仔，就算你有钱，你冇资格生仔。我冇资格生仔，我蠢。系啦，我同施永青一样都系戆鸠。系啦，吓，系啦。有边啲人应该要即刻实施嘅咧？就包括系刘明伟啊。系吓，我觉得佢系啊，又叻又叻又叻啊！即刻逼佢生两个。嗯，吓咁样。穷人唔俾生，有部分有钱人下一代就变穷人，咁咪冇生咯。唔系咁，因为咁，但系唔系，所以咧嗱，我嗱又出现咗一样嘢。嗯，穷人幸福啲嘅，我始终都系觉得，即系好似我上次讲嘅，做穷人好，穷人就有机会发达啦。首先啊，咁系嘛，发达人啊，只会穷落去嘅。系啊，咁因为穷，你斗穷啊，冇概念噶嘛，冇人会做呢个戆居嘅嘢，咪只会斗有钱嘅啫嘛。王子会斗惨咯，即系如果你系一个有十亿身家嘅人，我有十一亿，你喺我眼中你咪穷人咯，咪穷嘅你得个十一亿，咪你得个十亿，我有十二亿咁样，穷卵嚟噶你呢啲人真系，唔系因为一定你只会出现一个咁样嘅概念啊嘛，真系会嘅咩？唔系嗱，标基数会唔会？标基数会唔会？因为你得343亿。我有567亿啊！系咯，穷都捻穷嘅你，你老系嘛？会唔会噶？穷人俾生，有部分有钱人下一代就会变个穷人。咁你唔系有钱佬想穷人生多啲，所以系啊，所以都系穷人都系要生。系啊，穷唉真系。但系唔系嗱，一系就咁，一系我生你养。哎，系啦，系啦。啱啊！每人即系你一生咗就有楼，咁啊，施永青有啦，大把。嗱，你养到咁上下翻嚟，你掟翻嚟叫佢扫地，嗯，洗碗 ，OK 啊，执屎 ，OK 啊，
O K 啊，唯有系咁。O K 啊，都系我聪明。仆街呢啲真系，呢啲真系嗰啲晒巴烹嗰啲，都系我聪明。晒巴烹嗰啲情节嚟噶嘛？系啊，穷人生咗仔，跟住就集体抚养。系啦，跟住咧抚养完去到十八岁咧，超。孤儿院都系呢个概念嚟啫，屌你老味，约定梦幻岛啊，约定啊，落地狱啊，屌你老味，我呢人真系仆街狗。跟住养完，跟住之后咧就净系唔使读书啦，净系做啲低下阶层嘅，系啦。咁佢哋都会继续生嘅，咁啊俾一个一男一女佢，跟住佢又生完，跟住又政府中央管理，诶啱啦，劳动力不停有，系系咪咁然后你再俾一个某程度上佢以为自由嘅空间再俾佢哋生育囉。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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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啊生育跟住之后。咁佢哋咪可以尽情地剥嘢。因为佢哋又知道咪佢又好嘛。佢哋又知道剥完嘢生撚完出嚟嗰个佢又唔使负责。係啊，唔使负责任嘛。係啊。係啊。咁啊有钱佬又继续可以有劳动力。其实係 Matrix 嘅呢个故事。晒巴烹啊呢啲真係净晒巴烹啊真係。好啊。係啊好啊，跟住之后咁啊有钱佬又继续有人有劳动力。又继续搵钱。咁交俾你啦，刘明伟，你搞系啊呢个咁样，好可怕嘅、有一件事，即系可怕完嘅施永青之后又系啊，又计呢个可怕完。喂，我赞同佢、啊，我讲你听，某程度上我都唔反对。系佢话一人一呢个咧，教联会嘅邓飞咧就话一人一票咧，公平公正咧，民主嘅迷思。咁啊，大概咧就系讲咧，邓飞咧就话一人一票咧有几个假设嘅，每人智商嘅一样啦，所有人都系理性啦，每个人都能预测未来嘅情况啦，但系实际唔系嘅。记唔记得我哋一集讲过咧，投票唔系个个都应该投得嘅。有人咧嗱，你去投票你应该俾钱啦。如果你大只嘅，你应该要踩二十里单车你先去投票。你记唔记得有一集我哋咁讲过？是有啲印象。咪同佢一样囉。是即係你係要付出一啲嘢。係你先可以投票嘅。因为应该係话投票就要有一个 standard。係啦。大家都要付出某一啲嘅嘢去达到呢个 standard 先可以。係啦。我即係头先所讲嘅即係一个譬如啦。一个譬如啦。一个譬如啦。咁即係唔係阿豬阿狗都可以去投票囉。係。其实我觉得邓飞你讲得啱。邓飞你讲得啱，你真系真真正正知道咩叫民主，原来。所以你话少数服从多数，因为你即系原来呢一句说话都系唔成立咯。难咯，其实因为我只能够就系话，譬如你要少数服从多数得，我只会限制于就系所有相同智商嘅人。系啦，嗱，即系如果我智商有130，咁你就唔可以有132咧。喺我同佢之间咧，唔能够达成到一个，可能都唔系，可能有一个 range 嘅，咁130其实都得嘅。咁我哋同罗志刚就达成唔到。哦，系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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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我哋同罗志刚就两，所以我屌鸠你就永远都系正常。啊，我屌鸠你罗志刚咧，呢个系永远系我应份嘅。系啦，因为我同你唔同嘅。系啦，我同你唔同嘅，系啦。实际上就唔系咁啊，因为阿邓飞讲嘅，屌你，唔关我嘅事。邓飞话嘅，邓飞话，每个人嘅智商都一样嘅，所有人都系理性嘅。咁因为理性嘅呢一样嘢。系 check 唔到啊！真系系客观嘅，客观嘅咩？啊，唔系 ，sorry， 对唔住，我讲咗，系主观嘅，系理性系主观的，智商就客观嘅。即系哪怕系如果我依家我见到林郑月娥，我就走埋去刮佢三巴，我就觉得我理性啊，起码我唔系攞刀捅佢啊。系啊，跟住之后，如果我个见到林郑月娥，我同佢拥抱咧。我都觉得系理性嘅，你个理性啊，你未嘴佢，系未嘴佢，系咯，你冇揸佢个波，你冇搓佢粒链。好捻理性，系好捻理性，你揽佢啫，你净系系好理性，好理性啊！所以呢、這个你几主观咧，系咪先？呢、這个太主，呢、這个度唔到啦。系啊，系啊，系、啊。如果每个人喺第三咧，每个人都能预测未来情况，咁我唔捻晒投票啦，仆街。所以你根本就系话咩？一人一票嘅民主啊，我觉得系如果按你邓飞嘅呢一个标准，呢、這个世界系唔应该出现有民主两个字。嗯。同埋唔应该投票啦，系啊，唔系即系投票系民主入边体现一部分，体现民主嘅其中一个方法啦，系咪？所以冇根本系唔需要有民主呢样嘢，因为呢一三你刚才所有三样嘢，智商一样啦，要系理性啦，可以预测到未来情况，呢个地球上边会有人做得到？你哦，咁我相信。你如果你做到第一、第二，你都做不到第三啦，系嘛？即系直接否定民主，我觉得好
好好啊，系啊，好好啊，我都觉得好好，好好，唔使拗啊，唔使拗啊，你帮我直接否定咗民主呢样嘢，我觉得唔使拗，唔使同再同你讲咩直接民主、间接民主、民主集中制咁样呢样嗰样，邓飞同你讲唔使啊，系，因为根本就冇可能做得到，系、啊，真系冇，即系。所以都系共产党嗰套好，系都系好啊！佢同你讲咩啫？我系咩进步无私系啊！唔系我又觉得真系好搞笑，你讲呢啲咪得咯？即系我哋嘅民主，即系我哋而家嘅民主啦，所谓民主啦，个投票门槛咪太低啦，我哋觉得系咪啊？阿朱阿狗都投到，咁啊，邓飞一下子咧将个投民主嘅门槛咧拉到上去几万拉山，拉到你话拉山咁高啊！系以后大家冇得投票，唔该晒邓飞。你啱啱你美国仲走去选，上年就选完总统啦，选个白痴总统啊？唔系啊，个总统唔算白痴啊，选嗰班先白痴、啊。成个美国嘅人都黐鸠屎佢，明明就冇可能做到嘅嘢。咪咯。即系有阵时我会觉得系嗱呢个又系可能我姑且我都当系啦，邓飞明显又系当共产党低勾能啊，低勾能、你喂咁我叫你去宣扬爱国教育啫，系嘛？唔系添啊，因为世界嘢唔系啊，佢而家系咩就系、是、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咋，唔系爱国教育添啊。其实都是同一件事啦。OK， 咁就嗱，即同样嘅。喂，我叫你帮我嘅可口可乐卖广告啫。你成个广告你拎住支百事出嚟屌柒佢唔好饮，做乜撚嘢啫？冇讲过究竟有几好。系咯，冇讲过。你我要你帮我 sell 我嘅可口可乐饮啊！你睇百事又难饮又甜，个罐又核突，你做乜？都俾做乜撚嘢？屌你乜你睇下你系咪戆鸠先买啊？系做咩啊？黐线，同咧嗰咩国家安全就俾啲枪人哋玩一样。你谂下，你谂下，人大常委会都要完善到呢个选举制度啊！你就走埋嚟直接同我否定选举嘅作用。人家人哋做紧选，人哋完善紧个选举制度啊！佢冇否定，不过佢话好难，佢话你哋搞唔掂啫。好啊。咁啊系，人都搞唔掂啊，大佬。唔系，我咁讲，可能邓飞会同佢讲咩啫？我话你哋唔公平啫嘛。系，你赢就唔公平。系啦，佢话一人一票咧，先系公道。佢话呢个一人一票先系公平嘅选举咧，系谎言嚟嘅。系啊，几捻劲！一人一票选举，今日点啊？一人几票？唔系啊！我觉得呢样嘢又系咁啊！嗱，数身家啦又。哦，系啊，身家多啲嘅有十票，系啊，身家少啲啊，身家最少啊，或者身无分文嘅咪得一票，一票咯，系啊，或者咪再争一零点三票。诶，其实可以夹埋施永青嗰度嚟搞啊，生一个一票，生一个你可以多一票，系生一个多一票，系事实上系生多个系可以多一票，唔系我自己多一票嘛，咁佢大个咗，佢生先有再多一票咯，即系变咗我生一个就赚两票，哇，系啊，抵啊！是喎，嗱，施永青可以效法下，你可以同邓飞合作。合作系啊，系我啱啱仲叫你同刘明伟合作。系，你同邓飞啊，邓飞啊，系啊，劲好多啊，佢哋两个嘅智商一样啊。真系好捻可怕，其实我真系觉得依家呢一件事啊，做咩啫？你唔系你想我走啫系嘛？你系咪想我走啫？嗱，如果你净系想我走，你唔使搞咁多嘢嘅，通缉我你试下，通缉你走唔到啦，戆鸠啊！佢放我咪得咯，佢放过我咪得咯，黐线咁样。